好，欢迎来成功，欢迎成功。干杯！像鳄鱼一样的面包。烤鱼出炉，大家一定要去做这个，但太好吃了。Best spare ribs ever. Directly with this taste, we are back in China. 干杯，小聪明，干杯。我妈妈还没有出来，我们一直在等啊等，然后老妈她想练习中文，让我教她 Welcome to Germany， 但她一直学不会。欢迎来德国，欢迎来德国，欢迎来德国。I forget 2 minutes later. It's very difficult. It's a whole sentence. 对，欢迎来德国，急死了她的。Welcome to Germany. Okay, English is okay. Hello, 欢迎来德国。Yeah, very good. 妈妈踩了，来了一遍又一遍。你好，欢迎来德国。然后我妈还迟迟的不出来，一会儿再不出来就又忘记了。妈妈，妈妈，在这儿，在这儿。你好，欢迎来德国，欢迎德国。你好 ，Very happy。怎么？嗯，这是马蒂娜跟那个老妈给你买的花。哎呀，老妈，这个箱子两个箱子超级重。老妈她真的，她说必须要她一个人来体验，我妈抢都抢不过来，我妈就怕把她腰给闪了，将近80斤两个箱子。啊，另一个欧玛来了 ，Thank you so much, Marcus。来一个妈妈的小小的开箱，这次带了什么东西呢？给我们，这个是我妈临走前我赶紧下单的，是我学生家的自制火锅料。然后，哇，是软的，因为他们这个真的是太天然了。这个牛油，这个得冻在冰箱。这个是小李子想给他们同事买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苹果绿茶了，今年的新茶。今天老马接我们的时候还在问我妈呢，有没有新茶？他已经喝完最后一袋了。What kind of pancake? We ate in China, you wanna know? Oh, I do that. I know. What? Some cream and meat. Yes. Oh, nice. 这个是我的遮阳帽。Oh, Why is it like this? That every hat you buy is just the most dusty hat I've ever seen in this world. 这个是遮阳的。小李子头真的好小啊！我的新手机。等我拿到我的新手机以后，然后我的旧手机就是你的新手机。这个 ETV 的比德国便宜好多了。然后这是妈妈给小聪明买的衣服，全是夏天穿的。哦。妈妈，琪琪他问他的，他的嘞？他的礼物嘞？琪琪你好可怜啊！哈，大家早上好，这是我的新衣服，妈妈昨天给我带来的新装饰。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去参加小李表姐的婚礼，这是我来德国以后参加的第一个婚礼，我觉得这个衣服还蛮合适这个场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大家知道吗？我们去参加婚礼，然后呢，每个人要带1到2道菜，你们能想象吗？小李子现在已经不习惯他们德国的习俗了。参加完中国的婚礼后 ，Going to when I'm cutting garlic 。然后咱们想了很久，到底要做什么好？是要简单、方便、容易携带，要有咱们的中国特色。之前哈，我在网上刷到很多在德国的小伙伴们做咱们的雪花酥，带到公司啊、幼儿园去，深受公司同事啊、幼儿园的妈妈们的喜欢。据说啊，简直就是社交神器。做法呢也很简单，所以呢，我准备来试一试。我昨天晚上就开始了，然后小李子在那唧唧歪歪的，气死我了。小火把黄油融化了以后呢，倒入一整袋棉花糖，其实已经不算一整袋了，因为小李子和我已经都吃了一个了。我希望我做的非常非常成功，然后让小李子啪啪打脸，然后不给他吃，他这嘴真的很碎很碎，真的很烦很烦。We'll make this kind of stuff. Well, maybe, maybe.我们
的小蒜苗的奶粉、饼干、坚果，还有甘草莓，我觉得还不错耶，感觉薯片做的差不多的样子。How can you look at this and just say, 也还不错。小李子啊，老子要给你吃一个，老子不姓郑。What a poor person has to clean up this pan.现在我要看一下他成功没有，我现在真的很紧张。哇哦，我感觉肯定会成功的，卖相不错哟。然后呢，又借用了小蒜苗的一点奶粉，哇摇，让每一粒奶粉都均匀的粘在这个雪花酥上面。叮叮叮叮，让我来尝一口。哇，好好吃啊！和外面卖的一模一样，那超好吃。No no no no！ 我来尝一口。No。那这个蕨根粉呢，它比较 Q 弹，没有面那么容易坨，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就是带过去的。我们的酱汁也做好了哈，带过去到时候吃的时候再淋上去要新鲜一点。然后今天我的妈妈也被邀请了，我们一起去。妈妈给他们带了故宫文创的礼物，是一个很好看的小镜子和梳子，还带了我们老家的绿茶和苦荞茶。那在德国参加婚礼的话呢，一般就是送一些小礼物，也会包一点小礼金的，不会太多。比如这一次哈，我们就包了50欧元。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小李子的表姐跟她男朋友应该已经在一起10多年了吧，现在小孩已经有2个了，才正式的注册结婚。其实老马和马蒂娜也一样的，告诉你们，就是安东和小李他们已经快4岁5岁的时候，老马和马蒂娜才正式结婚的。这个好像在德国哈还是很常见的。然后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安东小熊今天也回来了，他告诉我他真的太想念中餐了，我们中国一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所以妈妈也来了，安东小熊也回来了。那明天呢，我们会举办一个家庭 party， 内容会很丰富精彩，所以大家一定要用1秒钟时间为我们点一个小星星。跳跳跳跳，看谁回来啦！干杯！干杯！哇，你看，像鳄鱼一样的面包，好大呀！它这里。这像鳄鱼耶，鳄鱼，这是个乌龟。仪式结束后呢，就是下午茶时间，好像晚上才到，就是品尝大家带的菜的时间。不知道我的蕨根粉还能坚挺多久。然后这个能，这个乌龟已经被掏空了。啊耶 ，sandwich。这个就是大家带过来今晚上的吃的。这个是谁做的呢？大家看到这个盆子就知道了，这是 from Anton。 OK， 哇，俗色。Very good thing from China. Yes. 小李写了一个注意辣，然后 clovey， 这个就是蔬菜，生蔬菜，点这个酱。奇奇怪怪，各种芝士，全几乎是冷的。That's my beautiful plate. 是我的盘子，这个是我妈拿的，我妈也拿了好多呀。我妈就是很感兴趣的，对，就是她没有吃过的东西。The salt is enough. 嗯 ，OK，OK，OK。哦 ，OK，OK， 有眼哈。刚才大姐说她这个 Dunkin' Noodles are liquor， 谢谢 ，Thank you。小李过来咬第二道，全空了。My cousin came to me and said, "Very good."I think it's his first time to eat this kind of food. Yeah. 然后像安东给他的，大姨。Yes. 好的，那我和妈妈还有小李子、小蒜苗准备回家了。老马、娜娜还有安东他们今晚上搭了帐篷，今晚还有一个二次会。明天还有一个3次会。那我们今天要弄什么好吃的呢？安东回来了，那肯定得大鱼大肉才能满足他，对不对？然后呢，也让妈妈尝一下我和小李子的手艺如何。I think this may be enough for Anton. Maybe. 大片大片的连身回锅肉，这一片下去爽爽。放了很多安东想吃的花椒。第二道菜烤鱼，就是这个。但是菜倒不够快，
那安东他说他喜欢吃花椒油，今天这个就给他放一点，那个配方里面是没有的哈，这个要小心。我妈今天早上拌了个黄瓜，倒多了，无巨麻。我妈现在在喂小菜苗，但是把我们这边看呆了。料酒，这个蘸料哈，蘸鞋垫都好吃。哇！鱼肚子里面撒点姜和我们的葱花，刷一层油。哇哦！那咱们的第三道大肉呢，我准备来一个烤排骨，就是最近在评论区很多朋友艾特我的一个配方，什么魔法烤排骨，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每一个吃过这款烤排骨的人都念念不忘，学会了它，你将拥有整个餐桌最惊艳的那道菜。好的，我们就来试一试。我们回到昨天晚上腌肉时刻，我跟小李子说，给我买点排骨回来，就买一整条的那种大一点。他给我买了整整两大块，好重呀，3公斤。我看那边叫准备，就是我准备比较成多一点酱汁，以防万一。放不下，我觉得得先把它打碎才能放酱。泰式甜辣酱，当当当当。蚝油175克。Very fresh,、mm-hmm. very fresh.、Mm-hmm. Sweet, fresh, not spicy.、Mm-hmm. I think from the ginger. Great.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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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天哪！大家瞧瞧这个颜色，烤鱼出炉，噔噔噔噔。然后现在的第四道大肉呢，我准备来一个评论区网友推荐的火烧云油焖鸡。我查一下做法哈，很新颖，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做法。小李子也给我买到了这个香茅，应该是傣族那边的风味哈。我今天就来复刻一下哈，网上点赞最高的，这就是最正宗的火烧云油焖鸡的做法，配料如下。小李子看到这个小米椒的量已经吓懵了，他说这个菜还能吃吗？刚把这个打了以后，就打碎以后一开盖，小李子他真的什么都向厨房去闻，那他真的是被袭击了，第一次见被蘸料袭击，他刚就洗了个冷水脸。哇！同志们，友情提示，这个真的要小心。毫米水煮土豆，糯而不散，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爆香香糯蒜末。哎呦呦！放入我们第一次使用的灵魂草料。哇，然后我们这道菜也是说放巨多巨多的蚝油，我们昨天那个排骨和今天这道菜真的第一次，我感觉可以把我们家的蚝油用空瓶，真的从来没有闻到过这样子的气味。下了很多很多油，把我们的鸡腿肉下进去，这鸡腿肉完全没有腌过哦。Oh, I forgot. You just order is better. You know people. 放一半下去哦，炒了80%熟的鸡肉先腌制起来，我们处理土豆，这个真的是特别奇妙的做法。剩下的一半这个料，哇，这个绝对好吃，同志们！腌好的鸡，已经削掉皮的西红柿，把它焖个十几分钟。가도불러좀좀만너와봐요这个京都西区也绝子，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去做这个，真的太好吃了。哇，同志们，你们看，发现一个黄色的，我真的就是每次发视频的话，大家都说在各个地方的叫法不同，大家说黄色这个是变蛋，但是在四川的话都是包蛋。It's one in a million, I think. 都叫皮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些是黑的，一些是黄的。If you get one, that's really you are lucky. 放入开水。哇，冬瓜皮蛋汤。好大一盘子啊！我天，今天的量真的是有点疯狂。Thomas， 锅巴土豆，这个给这个，葱花给足。Henry，Henry， 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Hello， 宝贝，欢迎回家。好，好，Very good。
Wow, the smell is incredible. Yeah. It reminds me of China. Oh, yeah, Ang Tong. This is really a very special chili powder. Anton, after how many months you did in Chinese food? I mean, I cook 2 times with citron pepper at home. Really? Not attempting. Not a real dish. Okay. Only citron pepper. Yeah. Yes. Yeah. Something like this. Very delicious. 妈妈被小蒜苗惊呆了，就是小蒜苗，它就是。你如果给他一整个这个饼，他必须所有的食物全部要一口在嘴里，真的很吓人，很吓人，只能一点点的给他。小蒜苗是我们家最大最大的吃货，嗨嗨呀，好好吃，对不对？Directly with this taste, we went back in China. Really? After 1 second. Oh wow. This taste is a new one. I really like it. Really special taste. The first time, but I like it. Yeah, like a lot of lemongrass. Yeah! Wow, you're so great! Lemongrass! It's reminds me of like Thai food. Yeah, yeah. Oh, yeah, nice. Very good taste. Here for the bones, yeah? Anton, your didn't use chopsticks for a few months, you get worse. Get worse, yeah. I really like the skin. The skin is incredible. Yes. Yeah. Yes. Yeah, yeah. Good. Wow. Oh, what you got from the Russian supermarket? Yes. Spares. Spares. Yes. Wow. Anton, you look like an image. Take a picture of this. 漂不漂亮，妈妈？哇！尝一下，尝一下。我妈妈说这个烤鱼完全味入味了。真的呀？那说明比外面还好吃，这个评价太高了吧？深海回锅肉。Anton said he wants to eat, so I did again. Last week I also did, but he likes to eat.I love it always. It's like too much stuff. No worries, I believe in you. I remember how it was in China. You also ate a lot. That's true. You only eat plate dishes. Still not ending. Take care. You know what? Leon is still worried he don't have food tomorrow. He's still worried because Anton you. That's, I can imagine. What's that? Oh, what's this too? Not really possible to say.Ah, an egg, 1,000-year-old egg. Oh, and the winter melon soup. Oh, very special. Wow, so good. Oh, oh, very good. It's so soft. Take one, come on here. 妈妈，你撕成小的壳子做包头，你来吃，你不管它，它小的可以吃。Good, amazing. Which one? This is try it. Oh, I want to know that. Oh, you already got one. You, huh? I saw you're a cameraman. I'm hungry. Let me try it. I'm very hungry. Wow. You are. Perfect. Yeah. Wow, 那说明这个配方确实很好吃。得到了大家的认证。好吃。嗯。好吃。Good. 好吃。Wow, very good. Very good. 好吃。I think you don't forget much stuff by cooking. Very sweet, but very nice. Very sweet and true.妈妈，快尝一下，掉了一个骨头，妈妈。就这个有，嗯，你尝一下，跟一般的烤肉不一样。I really want to do a little twist on that, okay? Okay. Oh yeah! 干杯，小蒜苗，干杯，莉亚。Leo, pretty great what you did. Everything is like a super big main dish. Yeah. That's what we're going for. Yeah. Only main dish. For the chicken? Yeah, the chicken is really nice. Very good, chicken. Yeah.原来一般都是麻辣的，对，那这又麻辣口味又甜，这个是傣族的口味，妈妈尝下。嗯，真的。嗯，僵尸的味道。那是那个柠檬草，回锅肉 ，also good。Then you don't have from the potato. But they're smoked, right? Smoked? No, not. 香，它香，回锅肉，嗯，太好了。Mm. The second one, I didn't eat it. Very nice. That's good. Oh, okay.
No, sie kann. Super gut, super und speise ohne Ende. 我很担心就是烤箱烤的话很干，但里面的肉太嫩了。哎，我太哎。就是弄出来的。艾莉亚，宝贝，慢点吃啊！一只鱼已经没有了，还剩另外一只鱼。你的排骨也吃了一半了。You really love that everything goes on this table. You make a plan before.Best spare ribs ever. Wow. Really? Incredible food. This I always like, but just for my favorite. Oh, that's nice. 我就知道安东不会让我失望的。Take a look later at the how many kilogram meat we have here. I don't know, maybe if you die a little bit. This piece now you can keep for tomorrow for,、yeah. for lunch. That's who wants mine?Nobody? No. Nope. Yeah. Wow, the spicy pasta is so nice, the ribs. Yeah. Lenin, you think you invite Anton again? 我们的白凳子两年以来终于破相了，给他留了一块肉。鱼都回过来很多，这个吃干净了。这个土豆。然后这一期 very full and very good feeling 这一期的视频是不是很精彩呀，内容超级超级多，然后做了好多好多菜，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收藏一键三连哟。